大家好，我是张雷。今天我们这儿下点小雨儿，再加上停电，干不了啥活儿，然后一起下去上我大姑那儿去。我大姑那儿有两个棍儿，不想帮着给安装一下的。就快到林口了，这边还没下雨，那地都是干的。已经到我大姑这儿了，现在准备上楼去看看他房子装修的怎么样。二姐，哎呀妈来了，哎呦我天哪，大姑，来，快进来，来啊，这刚装的呀。行啊，挺好。好啊，那好了，你怎么变样了啊？变样了。看看这个棍儿打的刚进门的地方。你看这楼啊，嗯，这个还是楼好啊。这一进屋这里头有个鞋柜儿，这边是不是卧室吗？不是说不够啥呢，保安，我说你想逃沟了去？电热的这个啊，整错了，整错了。他那个这个隐形线没给下呀？但这个线，你说这个线他没给你做隐蔽？他这个线应该在这那个口不摆那了吗？他线应该在这儿下到墙里，然后靠炕里走，然后这线出来，不用查出来，按照这个地方。啊，从那边下线到这个，对，从那炕底走。那我没看着点啊，他干活上。哎呀，刚开始咱也不明白，昨天把看完了之后一心不得劲儿，然后他让我这么擦，我说这么擦多别扭啊，还想吐啥？进完这里都是走暗线，刚给下了。走暗线。对。给走明线了呗。把那线从炕底出来吧，穿到这个地方，把我工卡柱安到这个地方。啊，这里还有棍儿哈。嗯，这下。放一些东西啥的。杂物。还得走啊。还得走。哎，咱们就。那可家待好也正好吗？我也收拾，你再收拾，你收拾，再收拾也不热的。相中这楼了，大姑卖给他。可以，来住，是不是？把钥匙交给你们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行。啊，看看别屋。嗯嗯。没意思吧？客厅。大壁幅画。这是厨房。装修完了就是挺好啊，卫生间。哎，热水器啥都有。这个是你那买的棍儿。对，一个小，这个是小茶几。那什么呀？电磁炉。那个，这样的一个小茶几，小棍儿。已经完事儿了，你来搬哪呢？这窗这边。先拿走，或者你准备搁哪？先放在哪边？先放在那边就可以了。这是眼神，这就是眼神。我今天得把这些东西拿下去。要是这种家具啊，你要是等啥？我这个啊，就是放在哪个？你妈这么长的腿呢？安心啥的？怎么这么矮呢？我也觉得呀，我这个底嘛，底下点垫一垫吧。不是垫，就是这么高。不是，我看你不得得有一股了吗？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哎呀，太像样了。安的不错。好哎。太像了。这个花多少钱呀？连那个小电视柜儿，他俩高级是500-530吧？538。还500多呢。嗯呐，这是这样式儿，咱们要到食品店买那个好，那一个得1000多。我看人家电视柜儿，就是一个小电视柜儿，才400-500呢，都得500多。嗯。这就漂亮了哈，安上这个就显得漂亮。我觉得挺看好这块儿。就这么高，有点随便矮点儿。俺也正儿八经喝茶，坐这嘎这样摆着呢。不是，那你沙发就比那高啊？咱沙发哪有那么高？你沙发还好，沙发都这么高，就这么高。你像那个咱家坐凳子是挺老高，你瞅他家。大力吃点来。嗯，行。吃完再干活。你也是可以卖点钱。可不是的，这都是一些到大门上也是一趟，就是主要那些瓷砖跟板子。等会儿。哎，这屋花了多少钱一共？一共花不到3万块钱，3万多块钱。装修？嗯，我家电都进了4万多块钱，就差一个冰箱。冰箱搁那儿啊？放这儿，对对对。
行，挺好。等着你姐夫家好好琢磨。嗯，必须得好好琢磨。我大姑父呢？昨天下午是五点四十上天津。上天津了。下午走啊？昨天下午走的。啊，昨天下午走的。干活去了呗。挣钱去了。再挣个，花完再挣啊，是吧？就是。那时候我就看好这个上面这块玻璃，这个颜色挺淡的。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还写板丢了呢，不是写的号不对，他也不多个三，然后没有个五，然后这个十六号板他也没标。